从四川雅安的芦山县发生了7.0级强烈地震之后，赵本山携小沈阳、王小丽等众多弟子和华西都市报为芦山7.0级强烈地震捐款300万元，而且赵本山已经决定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的重灾区宝胜乡建一座赵本山小学校，为灾区培养优秀人才。现在已经进入选址阶段了，这次捐款赵本山个人捐款200万，小沈阳、宋小宝、王小丽、汤朝等众多徒弟捐款100万元。而建赵本山小学校，赵本山不仅会题写校名，还会带着小沈阳、宋小宝、王小丽、汤朝等众多徒弟现场剪彩，为灾区的孩子们表演精彩的节目。我们现在只想说一句话，本山大哥你真棒。